出身卑微，但不卑贱。我天生胆小，但不小小。我不爱读书，但从不认输。我不想学武，但短袖善舞。我虽不专一，但不抛弃。我缺少豪气，但讲义气。我不是英雄，但谁是英雄？我不是天命，但这是天意。千里姻缘一生子，发眉学问一肚子，酒肉朋友一桌子，兄弟姐妹一家子。千里姻缘一生子，发眉学问一肚子，酒肉朋友一桌子，兄弟姐妹。胆小但不小小，我不爱读书，但从不认输。我不想学武，但短袖善舞。我虽不专一，但不抛弃。我缺少豪气，但讲义气。我不是英雄，但谁是英雄？我不是天命，但这是天意。万事流芳一锤子，参见皇上。皇少保免礼。承蒙皇上隆恩，此一等公爵特来谢恩。少保伤势可好些了吗？多谢皇上关心，亦无大碍。朕今日在想啊，黑鹰队捉拿乱党，屡建奇功，很像前朝的东厂锦衣卫，所以朕想恢复锦衣卫制度，由宫中训练武功高手纳入黑鹰队，由敖少保亲自率领，不知少保意下如何呀？黑鹰队的权限高于刑部，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庶民百姓，凡有违法乱纪之事，黑鹰队可直接将其逮捕审理，再交由刑部量刑。如此一来，叛逆违逆之事就可以一并扫除。皇上如此的信任微臣，微臣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敖少保，现在这里呢有八个小太监，都学了一些拳脚功夫，敖少保可否指点一下？好啊。嗯，哎，小鬼子，去把门关上。啊，这以免里面打拳呼喝的声音惊动了外面的侍卫。哦，这。嗯，好，接下来给敖大人展示一下你们的功夫。中。开始。不错，腰盘有点不稳，功夫尚欠火候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请敖大人
指点一二。继续练。敖大人，请指教。皇上，原来你要取我性命！我替大清打下这个花花江山，让你们皇子皇孙享尽荣华富贵，你居然想要杀了我！好，要死，咱们一起死吧！Yeah!
小鬼子，没想到你这根银针派了那么大用场。小玄子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谢谢公主啊？这根银针可是公主赏的。你还真应该去谢谢她，你就多替她缝缝手绢啊、荷包啊什么的吧。说的也是啊，这根银针呢，今后也就只能刺刺绣什么的了，可不能再替小玄子您试毒了。小鬼子，你是怎么知道他的罩门在那个地方？哦，城关大师走的时候又补了一句：“鳌拜此贼，怎么打都打不死，就是因为练了金钟神罩。这罩门应该移到了会阴穴。”小玄子，但是这种人永远都不能行男女之欢的。鳌拜有八个妻妾。小贵子日前已经打听过了，他的八个老婆都没有生过孩子，那个儿子呢也是他收养来的，所以小贵子我就猜他的罩门就是在会阴穴。原来这奸贼妻妾成群是障眼法。聪明。奴才多隆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启禀皇上，奴才该死，那个铁虎带走了黑鹰队两个队员，逃出宫外，奴才没能把他们擒住。皇上，铁虎此贼有勇无谋，已经不成气候了，这多总管随随便便带上几十名御前侍卫出宫啊，就能把他给抓回来的。多隆，朕命你出宫捉拿铁虎，顺便扫除黑鹰队余孽，不留活口。奴才遵旨。下去吧。启禀皇上，康亲王与索额图大人在外面候着。传。这。微臣叩见皇上圣，恭请皇上圣安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康亲王，索大人，鳌拜这贼罪大恶极，带刀入宫向朕行凶，好在朕和小桂子平日习武，合力将此贼给擒住了。康亲王，索大人，这辅政大臣犯上作乱，该如何处置？你们看着办吧。臣等疏于防范，罪过重大，幸得皇上洪福七天，百神呵护，鳌拜行刺未能得逞，此乃大清之福，万民之福啊。不过此事不要声张，以免皇太后以及文武百官担心，这事要是说出去的话，恐怕会让天下百姓，特别是乱党嘲笑。启禀皇上，鳌拜这厮党羽甚多，需一网成擒，以防他日多变呢。此言甚是。康亲王，朕命你传旨下去，捉拿鳌拜的党羽，将他们全数拿下，听候发落。微臣遵旨。索大人，起来吧。这皇上，今日之事惊扰圣体，皇上是否需要回寝宫歇息啊？不必了。一年前，鳌拜在朕的尚书房设了一个局，设下铁栏机关，引诱陈近南入宫行刺。大胆狂徒，竟然做下如此天地不容之事。启禀皇上，微臣以为鳌拜应处以极刑。朕一日都没有忘记这尚书房之辱啊。皇上，贵公公今日护驾有功，
这功劳可真不小啊！那都是皇上的福气，我们当奴才的哪有什么功劳啊？左大人，你先下去吧。这，小桂子，随朕走一趟。这。 奴才叩见太后，太后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谢太后。小桂子，今儿你又立了大功了啊！回太后，奴才只知道赤胆忠心保护主子，皇上吩咐奴才怎么办，奴才便奉旨怎么办，其他的奴才就不懂了。小桂子，你很懂事，而且嘴巴也比较紧，是吗？太后，您之前就见过小桂子了。小桂子也很讨宁儿的欢心，宁儿也把她带过来一次。小桂子特别懂事，所以太后也会喜欢她的。这个当然了，只要小桂子听话懂事，本宫哪儿会不疼她？是吗，小桂子？奴才不敢。 奴才生来就是为了伺候主子的，主子欢心，奴才自然欢心。嗯，皇上，我们应该赏小桂子什么呢？还是由太后来做主吧。嗯，最好赏我100两银子，让我回家。我好看个立夏院、立秋院什么的。 小桂子在上善殿，还没有什么品级吧？回太后，是啊。海大富是五品，那本宫就赏你一个六品品级，是首领太监，以后就在皇上身边伺候就是了。奴才。 臭小子，你还活着？你爷爷的，你这老乌龟都还活着，我怎么会死呢？公公，这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哼！公公。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不会是在祭拜我吧？没错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今天跟皇上去办了什么事。少年人胆子大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可知道今天的事有多凶险吗？公公，你就用这些来祭拜我呀？最起码也上些金元宝给我吧。 公公，您想不想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哎呀，公公，今天可是把我给累坏了！我是从布库房去了尚书房，又从尚书房去了南书房，又从南书房去……从南书房又去了哪儿啊？就去了。皇上没带你去见太后。哎。 公公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太后，又赏你些什么了？
你没什么了，喏，这套衣服还不如皇上呢，最起码还送我一块玉，也不知道这块玉值不值钱。哼，臭小子，你真不识货，这是先帝留下的，可是上等的新疆和田羊脂玉。啊，这么说来，很值钱喽。还是皇上对我好。哼，这块玉麒麟可是先帝以前随身带的，皇上竟然赏给了你。皇上说这是先帝赏给太后的，太后，对，太后还升我做了什么六品首领太监。哼，好啊，想当年我从一个小太监做到首领太监，整整用了13年的时光。哦，这么说来是长得还不错啊。去，废话。那本42条经是个什么书？公公，你怎么能随便看人家东西啊？我是用手指摸的，当摸到42这几个字的时候，让我空欢喜一场啊。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你没事吧？这老龟教了我不少功夫，我却弄瞎了他的眼睛。如果我能找到那本经书，也算是补偿他了。这臭小子如今替皇上除了鳌拜，在宫中的地位就更稳固了。等42章经到时，就该除掉这小子的。公公，公公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刺绣啊？丢了，丢了！你这，哎呀，他哪儿去了？别怕别怕，不好意思，我吓着你了吧？哦，没事没事。你是公公，为什么手上拿着刺绣？哎，这位姑姑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是奉了公主之命才绣这玩意儿的。公主？嗯。公主也让我帮她刺绣啊。我绣了一朵小花，他夸我绣得好看，然后又让我绣了一朵云，我就又帮他绣了一朵云。有了云就应该有鸟，绣着绣着整个花园都绣了上去。哇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公主还会夸赞人啊。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公主。哦。哎，公公，可否借你的刺绣一看？哎，当然没问题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的刺绣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敢说真话的人呢。哎，对了，公公。你说你想刺绣，那就让我来帮你绣吧。真的假的？那怎么好意思？没有关系的，一根蜡烛的功夫而已。你想绣什么？真的？那姑姑，你就帮我绣一只小公鸡吧。公鸡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姑姑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陶，名红英。哦，陶姑姑，我是上善见的小桂子。嗯，好吧。那明天这个时候你过来拿哦。慢走慢走啊。
不会吧，我运气这么好。我已经仔细的确认过了，尹香主躲在丽春院的那日，水果摊的阿翔确实把讯息带给了他，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弟兄们居心何在。那三位刚入会的弟兄私自行动去劫牢，也确实封一飞的命令。哦，还有，我知道了。可是这次去紫云山，他主动要求行刺鳌拜，而且还受了那么重的伤。况且小皇帝根本没有防备，不像事先得到任何消息。也许他已经察觉到我们开始怀疑他了。我真的想不明白。总舵主，这权势地位荣华富贵都可能成为原因呢。齐兄弟，你继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如果他真的出卖本会兄弟，违背入会誓言，我自会清理门户。爹，喝药了。爹，我刚进来的时候听见道长他们在探子那儿得到的消息，鳌拜被那小皇帝给压了。爹，此消息可靠？不知道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就不该去什么紫云山了。真是多此一举。您何必把自己伤得这么重啊？哎，你知道什么？靠我单枪匹马能杀得了鳌拜吗？杀不了。若是弄个小伤回来，谁会信呢？鳌拜要是真的倒了，那咱们就得另谋计策了。哦，会中的那帮小兄弟们，你平时多带他们出去吃点好的，到时候会用得上的。知道了。启奏皇上，微臣会同王公大臣们共查办鳌拜大罪一共30条。30条？那么多？何止30条，只是大臣们按照皇上的圣意从宽追究。都有哪些罪状？罪一，欺君擅权；罪二，引用奸党；罪三，结党议政；罪四，聚祸养奸；罪五，巧事供词；罪六，擅杀苏克萨哈等；罪七，擅杀苏纳海等；罪八，偏护本旗；罪29，不遵圣旨；罪30，以有碍风水之名移人坟墓。鳌拜虽然罪重，但他是顾命大臣，为朝廷效力多年，可免其一死。此案呢，也别牵连其族人。至于他的那些同党，按你们所议，一律当斩。圣上宽仁，古之明君所不及呀。速速去办吧。左徒留下，朕另有吩咐。微臣告退。索大人，你去鳌拜家中看看，看看他有多少家产，全数充公没收。微臣遵旨。啊，等一下。太后爱念佛经，她说正白旗和镶黄旗旗主手中各有一本42章经。她想看一看这经书和宫中的佛经有什么不同，
所以，你去鳌拜家中查抄的时候，顺便找一找。这，小鬼子在，你跟着一起去。如果找到佛经的话，就先拿回来。哎，这。苏大人，请请。来吧，请。你看，这就是鳌拜的府邸。哦，哇，贵公公，你瞧瞧啊，这鳌拜的府邸不比皇宫差呀。苏大人，请。啊，请。参见大人。啊，请。哇，哇。怎么样啊？哎，贵公公啊，你看哪个好玩儿，你只管拿就是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？哎，皇上呢派你来取经书，就是酬谢你捉拿鳌拜立了大功。你拿多少，皇上都不会问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！索大人，索大人，贵公公，鳌拜房间有个藏宝阁，上了锁，卑职不敢擅开，还请两位大人移驾检查，好吧？这样吧，这个先放着，一会儿再来拿啊。敲开，这大人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我贵兄弟啊，这个鳌拜啊，最有价值的东西恐怕就在这白袍阁中啊！你呀，你就在这儿挑啊，哎，一定不会错。苏大人，你也别客气，咱们一起挑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哎，苏大人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值钱，哪个不值钱，你帮我挑一下吧。哎哎哎，哎。鬼兄弟啊，我看这串珠子价值不菲呀！啊，嘿，兄弟，来，你拿着，好，拿着，拿着，拿拿。哇！哎呀！苏大人，嗯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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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应该还有一本吧？哎呀，四十二经，这个字念。章，对，这个就是太后要的四十二章经啊。这经书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着要？我倒是要先看看。哎，鬼公公啊，啊，有一句话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要不高兴啊。怎么会呢？您说，我记着皇上说过。这两本经书是太后点的名要的啊，这鳌拜呢又把它藏在百宝阁中，可见呢
他是非同寻常啊。这太后呢，不希望咱们这些当奴才的看到，所以，多谢索大人您的提点。小鬼子不懂这中间的道理，差点惹祸。哎，我要是不把你当成自己人，这番话，我也不会说出口嘛。那是。哎呀，这底下还有个箱子，恐怕藏着什么宝物吧？哎呀，这好锋利的一把匕首啊！是啊，兄弟啊，你拿着。哎，索大人，你留着吧。哎，你就别跟我客气嘛！啊，拿着。这个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收下。你把它放到靴子里呀，这样进出宫啊都不找麻烦呢。啊，对呀，多谢索大人提醒。哎，我说兄弟啊，这件衣服恐怕也是件宝物啊。哎，你干脆也拿着。对，索大人，你怎么什么都给我呀？你不要吗？这件给你吧。哎呀，你穿比我穿合适吧？啊，就你穿。索大人啊，您先父曾任首辅，您又是朝廷大官，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太监，您却把我当自己人，我实在是……哎，你们都外边伺候。交流。兄弟啊，你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。你要是瞧得起我索某的话，今天我们就结拜为兄弟，如何？啊，跟您结拜为兄弟，那我怎么敢呢？哎，兄弟，你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呀！你要是这样说，你那不是损我呢吗？不敢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我一见到你呀，就觉得非常的投缘呢。啊，哎，鳌拜府里有个佛堂，咱们今天就结拜为兄弟，以后呢，咱就以兄弟相称，啊，你我只要不说出去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呢？啊？哦，走。宫中的人怎么都是说不上两句话，就拉着手结拜为兄弟？这么一来，大家都成兄弟了。对的。哎，兄弟啊，您这尊姓是贵？哦，那不知道兄弟您的大名该怎么称呼啊？哦，我叫贵小宝。哦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可就以兄弟相称喽。哎，兄弟，这事儿啊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啊，以免呢，以后给咱哥俩扣上个结党营私的罪名。哦，那多总管是园子里跪明着呗，这索大人是躲佛堂里暗着呗，有意思。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哎，对。哎呀。我今天终于知道兄弟的大名是叫小宝，这多好的名儿啊！啊，这小宝，兄弟啊，你可是人间之宝啊！怎么样啊，小宝兄弟？启禀大人，这是敖少宝的家产清单，请大人过目。嗯。下去吧，这。哎呀，鳌拜这厮可是真能搜刮呀！你看他的家产，
比我预料的要多出一倍还不止呢。这个大贪官，哼哼哼！哎，兄弟啊，哎，这俗话说呀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次是皇恩浩荡，派咱们哥俩担这差事，就是让咱哥俩发一笔大财呀！啊，你看，这清单上200多万两银子呢，咱们该上报多少啊？200多万两银子，这到底是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个小弟也不懂啊，一切都由大哥您做主。好。哎呀，你看这清单上写的啊，一共是235万3418两。哦，这后边照旧，前边呢，咱就给它删去一个一字，那就变成了130多万两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嘿嘿嘿，这个一字呢，咱哥俩就21天做5，你看如何呀？你是说，兄弟，你嫌不够吗？不，我是没搞明白这个。哦，我是说呀，这100万啊，咱哥俩平分，每人50万两。啊？50万两？啊！曾想象你才似风流，我是那天香红袖。曾想象你盖世英勇，我为你击鼓温柔。渴望与你倾其诗酒，渴望供你月满西楼，渴望陪你共成名酒，渴望有你无愁无忧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，既不潇洒也不优秀，想受我所求。